如果你去过长城，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，它的宽高不过数米，小小烽火台之间的距离也都在3-5公里之上，那它这么矮，到底能挡住什么？别划走，接下来的内容将带你了解万里长城的终极秘密。为了抵御骑兵，春秋时期诞生了最早的长城，这种长城是一道低矮的土墙，人可以翻过去，马却过不去，离开马的骑兵毫无优势，只能绕道走。为了不让自己驻守的地方成为入侵的缺口，所有边防都开始修筑土墙，直到所有土墙彼此连接，也就变成了长城。长城的出现阻止了小批游牧部落的进犯，却也逼着草原上零散的游牧部落不断整合，至此庞大的游牧文明开始形成。但同时，长城也在飞速进化，从平地爬上了高山峻岭，甚至直达海边。它不再是简陋的土墙，而是能够迅速运输兵力的通道。长城本身并不需要多么宏伟，它是中华文明的眼睛。当游牧民族翻山越岭想要找到入侵中原的缺口时，烽火台上的士兵早已通知军队严阵以待。它还如同古代的卫星，对于没有视野优势的游牧民族来说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除了军事意义以外，长城还把控着重要的经济命脉。游牧民族需要糖、茶、瓷器、丝绸，中原人也喜欢羊奶、毛皮。如果没有长城，商人可轻松在两边来回倒卖，草原上的可汗们也能在商业买卖中积累大量财富，这变相加强了他们的组织能力，进而危害中原。而长城阻断了商人的私自买卖，由政府管辖，在部分关口开放贸易，这种策略就能有效遏制住草原经济的命脉。讲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有疑问，如果集合所有力量单点攻克一处，长城不就全无意义了吗？事实上，历史上毁墙入侵的例子不胜枚举，长城当然不是固若金汤的，但它却极大限度地释放了边防压力，让国家可以腾出手发展经济。如果没有长城，漫长的万里国境线要驻扎多少士兵，边境的居民又将遭受多少战火荼毒？谁都知道孟姜女的丈夫为造长城付出了生命，但倘若没有长城，所需付出的血泪更将是千倍万倍。因此长城完全称得上是用战士血肉所缔造的和平之所，它守护了中华文明上千年，为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今天长城不再需要扛起和平的重担，岁月斑驳了它的脊梁，也削弱了它曎经的光芒。除去仅存的5%的磅礴城墙，剩下的便是95%的断壁残垣。没错，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正在消逝。如今这位迟暮的英雄仍守候在人们看不见的远方，但我们会不会在未来彻底忘了它呢？不会，永远不会。有一群年轻人要为长城出一本书，让长城讲述自己的故事。有一名学者奔赴新疆，不远万里寻找长城的尽头。有一名老人守护长城41年，终日步履不停。这些工作都有着数不清的困难，仅凭人力几乎不可能完成，但现如今的科技却能为守护者们提供坚实的帮助。华为携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布了长城保护公益活动，当海量的长城资料需要整理时，鸿蒙 OS2 的跨设备互联可使资料的分享汇总更加便捷。当老人在山上守护长城时，家人也可以通过华为 Watch 全天候监测健康，用家人共享空间功能远程知晓老人身体状况。当险峻的长城无法攀登，还可靠无人机飞行拍摄，配合鸿蒙 OS2 多机位模式，实时查看影像，记录拍摄工作。而这些仅仅只是第一步，或许在未来我们能借助科技复制长城的所有数据，在云端永久保存，又或者一比一复原一座巍峨的数字长城，记住它年轻时的模样。保护历史文物最好的做法绝不是固步自封，而是坚定的更好的走向未来。长城已守护了我们千年，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，从今以后轮到我们来用心守护它。